嗨，嗨 <Hi>，晚 <Hi> 上好。让我看看，星期五快乐，不快乐也得快乐，因为都要下班时两天假期了，<laughs> 然后对，明天后天又是休假，这个点多不快乐都已经快乐起来了吧？嗯、很难讲嘛，其实人哦，不知道。 每个时期、每个时间段都有人的情绪不一样的啊。OK，哎、嗯，可能我们此刻特别快乐，但有人正不快乐。有谁不快乐的，给我们写一个<是>二；然后快乐的写一，不快乐写二。你快乐吗？今天星期五的心情，对，快乐的话是一，不快乐的话是二，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现在的心情吧。还蛮好奇的。 真的，我这时候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嗯，可以做工，OK，快乐，OK，OK，有工作做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快乐了。好啦、啊，这也是我只想到等下要吃晚餐了，我就一、呃、非常的一，<laughs> 你看有人一点五，其实他介于快乐跟不快乐之间，有一点复杂，复杂对不对？我我知道、哦，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情绪特别复杂，嗯。 但是没有关系，有我们陪你啊。OK，基本上我们是没这么多时间播这么多歌了，叫我可能要牺牲。OK，好，来来，帮我分享出去、嗯、啊！你看有一，李唱，Chin 唱一 e d w i n 所以你是那個点也是什么意思啊？一点五还没有打，没有打好，是不是？ 所以你要打一还是二？<noise> 我们在问，这是快乐的写一，不快乐写二。嗯，毕竟来到了星期五晚上、嗯、看到我们应该会快乐一点点吧，<Yeah. S 1> 一点点啦。<laughs> 有啊，一点点。所以刚刚这个 a d win i 就放了一个点，oh, <laughs> 所以是一点点哦，oh. 快乐可以也没有关系，小小快乐也是一种快乐，真的。哎，还有谁没有进来的？快点进！哎，他们听不到。 嗯，就我还没进来的人，尽量快点进来。<laughs> 但是他们听不到。<laughs> 还没进来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三。哦，真的有人答案是三呢、欸。哎，<Oi! 笑> 快乐又不快乐就写一点五六好了啦。真的，三是、嗯、啊，真的快乐又不快乐、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没事，等一下可以打电话给峰哥。今天是峰哥吗？对，今天应该是峰哥主持吧。啊、嗯，不知道他有没有请假哈？没。 好，晚上好，晚上好，来了来了。来了刚进来的朋友，<了>我,们我们今天问的是：如果你现在此刻是很快乐的，选一，打一个一；此刻不快乐的，选一个二。跟我们分享你现在的心情。度假没有度假啊，首先在工作啊，嗯、只是工作可能没有这么多吧，好吧？对，嗯，那个群主我看到还是蛮多活动的。嗯、<laughs> 快乐是假期，不快乐是假期要做功。<laughs> 静静，谜底揭开了，原来如此。九林就是那种快乐不快乐，是不是？一二，<laughs> 快乐一下又觉得哎 <laughs>、欸，好像没有快乐，<对>可是又觉得好像还好。高三班你要打电话给安华，<吧>可以哦。我们多十秒叫回来啦。来，Jennice，哦，不快乐，没事，听新闻线吧。四三一。啊 九八八新闻线，Hello，你好，我是 Alson 冠贤，你好，我是张红。看来我们在新闻线连出直播的朋友，有一些朋友快乐，有一些不快乐。嗯、呃，问的就是刚刚我们在线上的这个分享跟交流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他现在此刻比较快乐，有人不快乐，有人一半一半。但如果快乐跟不快乐的这个情况之下，要怎么样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呢？也许你可以去这个海外华文书市走一走、逛一逛，是就进入这个书香的世界嘛？那明天呢，嗯、一样是会有。 这个海外华文书适的对，今天到晚上十点钟还有啦、嗯、哈。那明天的话呢，我会出现在现场哦，欢迎来找我，哦、找关闲来找沈冠贤，来找 Christina，也可以找一千郑斌 Jaden 建好，因为我们会在现场呢有这个 Super 练习生的终极海选。呃，当然我希望朋友们是可以来支持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嗯、来看一看我们啦，就是见你见面。那同时也给这些未来的新人一些鼓励跟加油打气的。嗯、是，所以。 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现场哦，嗯、就在而且现场还可以买很多东西，真的。你去过了，要,<吧>要吃的什么都有，<laughs> 要吃要喝的都有了哈。哎，最重要最重要还是买书好吗？<laughs> 新闻主线。二零三三年一年会庆祝两次的开斋节，一月和十二月各会一次哦。 国家元首接见中国大使，而且在活动上面获赠一辆红旗 L 五，成为全球首名的车主。阿克马反击尼克敏，否认号召卑格让员工受困。小心诈骗啊！银行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你索取个人的敏感信息。你有没有试过？ 这个银行打电话给你，要你给他敏感资料呢？所谓敏感资料，就是那种要很多很多内容的。所以现在大马银行工会就特别特别提醒所有人，他们旗下的会员银行是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向客户索取敏感资料的，包括说你的银行用户名字、你的密码、信用卡或者是扣账卡 （debit card） 的号码等等等等，都不会要求你提供。如果有人这样子做的话，你要真的要特别留意。 一根小心了。大马银行工会和大马伊斯兰银行与金融机构协会今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银行业会啊、呃、跟这个监管以及执法机构合作，就要加强银行系统和数字平台安全。包括他们去年七月以来呢，就已经实施了五项关键措施来预防诈骗，包括以更安全的身份验证方法取代短信 OTP，还有就是对第一次注册线上银行用户实施冷静期等等。 的措施。那另外，当局也有提到，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被诈骗了，应该要马上拨打国家诈骗反应中心 NSRC 九九七的热线，或者是使用银行客户服务热线来寻求说明。那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诈骗已经是越来越猖獗了嘛？警方就呼吁电信公司不要发送含有链接的手机短信 SMS 联络给顾客，避免让诈骗集团有机会发送钓鱼的链接，让民众一不小心就掉入了陷阱。 警，乌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南利告诉《新海峡时报》，这是因为现在诈骗集团会通过模仿电信公司来发送有链接的这个短讯，把钓鱼的链接就发送给一些可能不知情的民众，诱使这些人不小心就上当了。所以他就认为应该要采用新的方式去取代旧有的，也就是用短讯和顾客保持联系的这种方式，避免民众受骗了、嗯。对呀，刚好我们就看到新加坡那边哦，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银行。 发短信推销高息定期存款计划来诱骗这些用户，然后还哄骗这些受害者。哎，你们把钱存入这个新的户头，然后就可以得到很高利息的这个定期存款。结果呢，这个年头到现在啊，才四月多，就已经至少有十二人受骗，损失的金额至少六十五万新元，大约二百二十八万令吉。当地的警方就说，诈骗分子会冒充银行的职员，甚至提供虚。 假的证件以假乱真，然后索取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假装帮你注册新的户头来享有所谓高息定期存款，结果呢？ 不小心就被骗了。不管怎样呢，当地的警方也特别提醒民众，我觉得这个也在马来西亚受用啊。就是你记得 A C T Act 这个步骤来保护自己。A 就是 a t 就是主动加设你的防诈骗安保措施。C 是 Check，时刻要留意诈骗的迹象。还有就是 Tell，遇到诈骗的话呢，要尽快通知当局，以免有更多人受害。那现在我们来换一个焦点好了。曾经雪州乌统是不满获得分配的县市议员少而闹了风波，那现在。 这件事情呢，就有了最新的进展。自从去年的六州选举之后，乌统在雪州是赢得两个席位，跟西蒙合作作为这个雪团结政府。不过因为县市议员分配有一些问题哦，乌统一度是表明不要区区的二十个县市议员名额，转而要求获得雪州三百七十三个村长职位。但是西蒙是不同意的，只答应给了七十五个。而雪州乌统主席梅格祖卡奈现在也表明，就这七十五个村长职位。 乌统也不要了，全部就还给雪州政府。他有说，乌统会向联邦政府，也就是乌统主席兼副首相阿莫扎西所掌管的乡村及区域发展部要求职位。那乌统会派人出任雪州所有昌明乡村社区管理委员会 （Community Desa Madani） 的主席职位了。嗯，我们提到雪兰莪州的话呢，其中一个州议席，也就是新古毛，即将要迎来补选了。首相兼西盟主席安华就透露，西盟其实还没有讨论关系。 与这个新股毛周席的补选候选人，不过。 之前呢，我们就看到西蒙雪州主席阿米鲁丁曾经暗示会让行动党的候选人上阵补选，但是没有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西蒙这次会派出谁。那目前也没有看到更多眉目了。至于西蒙的对手之一，也就是国盟，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面对补选了。土团党的非乌裔必榜雪州主席吴杰明就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新古毛补选全力支持国盟的候选人，而且会成立一个以周必榜为首的团队全。 全力帮国盟候选人拉票，而且他们会专注在几个华人为主的社区，比如说乐斯啊、新古毛啊、吉林等等这些地方。那圆润的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其实是在上个月底病逝之后，选委会就宣布补选提名瑞士落在四月二十七号星期六，而投票日则是五月十一号，竞选期一共是有十四天的。那话说回来呢，土团党哦，之前其实是有七名议员倒戈的这个风波，那这些席位到底需不需要补选，目前还。 还是一个未知数。土团党宣传主任拉扎里指出，这七个人的党员资格已经自动取消，并且必须悬空各自的议席来进行补选。他有补充，这七个人其实不需要等待被党开除的通知，因为社团注册局 ROS 批准土团党修改党章之后，其实已经足够进一步悬空有关的议席了。这样就让这七名议员应该要马上辞职，但是呢，其中一名倒戈议员、五级甘当国会议员赛阿布虎生就表示。 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土团党的通知信，甚至还直言这位宣传主任，也就是拉扎里不懂法律，建议土团党应该要换一个更加聪明的宣传主任。他就告诉当今大马，修订党章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嘛，就算你已经获得了社团注册局的批准，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遵循的程序的，嗯、所以他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嗯，所以看来接下来不知道就会不会除了新股毛的补选之外，还会有其他的补选，可是我们知。 到就是过去的这个补选跟周选期间呢，一直出现关于三 R 课题的言论，三 R 就是种族、宗教和王室的这一些论述不断的出现，引起了社会有一些不安，甚至是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摸不着头脑。那之前呢，国内还发生两起跟真主字眼相关的事件，掀起了一股碑格潮。那其中的话题人物也就是乌青团长阿克马，今天呢，他又再次对碑格这件事情发生了，他就说。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你愚蠢，事情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会骂尼克敏呢？尼克敏在昨天的时候就有说到，哎，国内啊最近出现这个悲歌行动，导致员工受苦了。可是阿康阿克玛就不认同这一番言论，他就质问尼克敏，是不是在暗示这次的悲歌行动导致国家经济不景气了呢？阿克玛还说，前首相纳吉掌权的时候啊，这个乌青团也发动过悲歌啊，但是经济还是很好。最后还直言，哎，就是有尼克敏这样的部长，国家的经济才。 才会变得那么的糟糕。那实际上呢，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些悲歌潮，就已经让我们国内非常多的民众，尤其是商家，就很不安。那今天的早点二十至一百度，其实也有聊到了悲歌风潮下的草木皆兵，一起来听听时事评论员许国卫怎么说。其实我们看回这一轮的抵制风波下来，我们可以发觉到说，不只是商家，其实很多人都是处于一种。 草木皆兵的状态，你就会觉得说，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卷入遭受别人指责你，甚至是要背个跟抵制你的这种风暴之中。而且，你可以看到说，最近一些商家，即使明明大家就觉得说你根本不是那回事，可是当他一被点名之后呢，他就第一时间要选择的是直接是道歉。我们必须要先承认的一点就是，背个它是属于人民的权利，但问题是，他有没有？ 受到滥用，在连续的这个抵制或者背个风波下来，它其实真的让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是哪一些呢？ 第一个，其实抵制它都是属于一种没有太大势力的人的一种很好的武器，它是能够让你去对抗强权，或者是对抗拥有权力、拥有强势那一方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武器。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你今天抵制或者杯格的对象，或者它影响所及是普通小老百姓。那么第二点要谈的就是，抵制它在现在这个时代很有可能会变成是一种风潮，因为带起这个风潮跟带起这个流行的是。 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借由号召杯格，他可以把自己塑造跟打造成为英雄。小老百姓或者普通一个人。 你看到说，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网络的这个力量，我随便随便的，或者我只要喊出我要背个，所以只要能够获得有人的响应，我就是哪里是也是可以变成是一个新一代的网红。现在是一个世界村，是一个国际化时代，有很多的国际品牌，它其实在国内它的持有者已经是本地人。然后你今天你所喊出来要背个的这些口号或者这个号召，它其实并没有上升到很高。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你这个运动很。 可能就变成到最后是只是在塑造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或者是你有本身的这个目的了，就变成是假抵制、真营销，营销什么？营销自己。<laughs> 嗯，这个背后呢，会不会就暗藏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知国伟大哥讲了之后，我们好像有进一步的这种想象了。现在 v 这个也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你是会怎样的心情来迎接呢？因为我们就提前去到了二零三三年，到时候呢，那一年哦，会有两次。 庆祝开斋节对你来说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如果你觉得一年庆祝两次开斋节感觉非常的特别，相信应该会更加的喜庆的话，可以点选 love。那如果你是之前都已经经历过一年两次啦，还是恭喜 riyer 更加的喜庆的话，可以点选哈哈。两个选项可以知到我们九八八。现在我的帖子去给我们分享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一年庆祝两次开斋节呢？之前经历过什么时候？等下回来我们跟你再说一说，唤起你的记忆，守住九八八。 之前经历过吗？你们有经历过一年两次开斋节的时候吗？有吗？大家还记得吗？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嗯，那、啊欸、像是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啦。我们、嗯、当时候就觉得，哎、欸，这个一刚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哇，好新奇哦！新奇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就、不是？对、就是，呃，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子，对不对？嗯，可能很久十年、啊、久不遇之类的。对,对,对,对。结果，哎、欸，原来好像。 好像有经历过、哦，呃，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了。嗯，好嘞。哎，有朋友去了书展回来吗？就是这几天在 k l Convention c e n t e r 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外华文书市、嗯。因为我去的当天就是那个呃，开斋节假期的第一天。嗯哼。然后哇，那个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我都还没去到，因为这几天太忙太忙了，嗯、根本没有时间去走一走。 呃，所以明天就趁机会在那边逛一逛舒适嗯，我相信明天后天，<的>呃，依然会是朋友做最后一个冲刺的时候，真的是冲刺，嗯，里面非常多的促销，不管是书本都好啊，是还是一些日用品，其实都有在里面。我自己每一次都会在那边找一些可能那些书籍平日比较不会在书展上面或者是在书局里面看得到的，嗯，嗯像是他们有时候会售卖一些。 跟发展商啊，不是发展商，这个书商啊，嗯，可能要这个清货的、啊、有可能要清货的，啊、對對對或者是来自中国的一些书商的一些书籍，嗯。 我不懂哎，平时我就比较少看到。对，其实确实，到，现场会找到很多我们平时不怎么会看到的书本，还有类别啊什么都有，甚至是第一次推出的后像他们推出了新书，所以也会在这次配合书展的时候呢，一过第一次摆卖，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书市上面看一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逛，那非常值得一去啦，门票也是两块两块半，嗯，可以去一下哦，嗯。 哎，有谁去了？大家去了舒适吗？而且也非常方便嘛，像是我就是搭公交去嘛，嗯，所以、嗯嗯嗯、走了一段路就到啦。是我之前都习惯搭乘公交，嗯、<哼>但是最近有点懒惰了，因为你知道那公交站哦啊，距离那个书展的位置哦是有点远，是有点远，要走一段路，<laughs> 而且走到现场就会满头大汗终。终点是。 因为我会买一些书啊，拎着那个根本没有办法拎着走，你知道吗？我我觉得很累，真的很累啊。但后来就看了看情况，如果觉得很塞车，就会打公交，很纠结。去会忍不住买很多书，真的。没事，那就去看一下，去支持一下。一年一次了，OK。那平时没什么时间买书跟看书，就趁这个机会。但平时也要多养成阅读的习惯，好吗？来一秒。 九八八新闻线，Hello，你好，我是 Alson 冠贤，你好，我是张红。今天看到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早上呢就跟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见了面，那他们就针对马中双边关系讨论了两国当前的问题等等啦。苏丹伊布拉欣就希望大马能够利用本身独特的能力，增加贸易量和技术交流，并且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而且陛下还希望有更多中国企业来到马来西亚投资，为大马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会，那更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来特别留意，苏丹伊布拉新还获赠一辆中国生产的新款红旗 L 五豪华轿车，嗯、陛下还是世界上第一位拥有这个全新红旗 L 五车款的荣誉车主呢。 那这个红旗 L5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红旗 L5 一直都是中国生产的最高级别的豪华轿车，车身是长达了五公尺，并且是配备防弹的玻璃，是中国领导人专车和国宾的用车，被誉为中国自主生产的劳斯莱斯。<哇>那后来呢，这个红旗 L5 就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专用车了，就走向了汽车市场，但不是随便什么人你都可以买的哦，不只是你要有足够的钱，其实还要有符合其他的条件。 购买流程大概是有几个步骤，再来跟你说。首先呢，就是你要报名，那接着官方就会审查你的背景资料，包括你的家庭背景啊，有没有案底黑、黑历史等等。等到这些审核通过之后呢，也就是第一关，他就会确认你是否还需要购买，也会确定所需要购买的配置啊、材质等等，然后再报价。你要。 缴付百分之二十作为定金之后呢，才会开始造车哦。Oh. 那这个造车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概是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所以不是一般人，就是那种市场上已经准备好的车子，<对>然后你就可以购买哈。那当然呢，陛下就是一个爱车迷啊、嗯呃，平时有非常收藏很多车款。 啊，提过了这么特别的这个豪华车款之后，我们也来说说特别的一年，二零三三年将会特别，因为到时候呢，我们将一年内庆祝两次的开斋节。嗯、根据伊斯兰历的计算法，一个月。 就有二十九天，一年大约三百五十四天。那对比阳历的三百六十五天，每年平均少了十一天，也导致每一年开斋节的日期其实都不太一样啊。你有发现吗？它都是逐年提早大约十天的。而我们根据这个伊斯兰历的计算的话呢，穆斯林到了二零三零年的话，也就是九年之后，就会迎来一年两次的开斋节。是，那现在算着算着的话，就二零二九年到二零三一年呢，就更是会出现农历新年。 和开斋节紧密相连，就一起过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节日现象，根据上一次的经验呢，就叫做 conspiracy。那更加特别的是呢，二零三三年的一月三号将会迎来一次的开斋节，接着在同年的十月二十三号再迎来另一次的开斋，这就,就是在同一个阳历年内呢，欢庆两次开斋节的罕见情况了。那其实。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咯。<对>因为上一次发生是在二零零零年的，你有印象吗？二零零零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哎、嗯，那一年竟然是年头一次开斋节，年尾一次开斋节，哎，有有记得有印象的朋友，可以在新闻线的呃直播那边留言告诉我们哈、哦。那其实现在我们在刚迎接完开斋节啊、嗯哦，过了两天的开斋节假期，我相信很多穆斯林家庭也是一样会派清包，孩子们当然特别开心呐、啊。嗯 可惜呢。 有一些父母可能会惯性的，就是把孩子的红包或青包，就作为家庭的开销，来弥补所派发出去的数额。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 k m 教授就认为，家长不可以为了私人或家庭开销的原因而随意动用孩子的青包。对，Raya。根据大都会日报报道呢，这一名教授莫哈莫伊兹哈就说，如果父母真的觉得有必要，就必须先征询孩子的同意，那才可以动用孩子的青包。当然，父母也必。 必须把全部的清包是给孩子的，不可以私藏起来，这是他的立场。嗯、那这几天我们开斋节的假期，在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出现了炎热的天气。那目前国内其实还有十八个地点是处在一级热浪警报的。大马气象局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天下午的四点三十分，大马半岛十二个地区，还有东马的六个地区是已经连续三天的气温在三十五到三十七摄氏度了。那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玻璃市、吉达的。 大部分地区，冰城的东北县、吉兰丹、华望生等等，所以这些地区的朋友真的是要小心了。而且吉兰丹那边其实也是有面对这高温天气嘛。伊斯兰党的州政府呢，其实在开斋节前夕啊，也就是九号的时候，其实有在十四个国会选区同步举行祈福降雨活动。而之后，没想到开斋节第一天就有下雨了，哦、而且有一些地方好像就当天晚上就下雨了。吉兰丹州大臣纳苏鲁丁就感谢上苍怜悯，还。 说呃，州政府近期还会举办祈雨的活动，希望天降甘露来减少天气持续干旱的情况。那下来呢，我们来跟你聊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一名持有别国护照的以色列男子，他在入境我国之后呢，却被发现持有军火而被警方逮捕了。那这名男子今天在法庭面对军火法令下的两项控罪，他否认有罪，但是是不获准保释的。那这名三十八岁的被告阿威但沙龙的两项控状分别是。 贩卖六把不同类型的枪械，还有持有一百五十八枚子弹。那其中，在军火法令的贩卖军火条文之下，一旦罪成的话，就会面对监禁刑罚，不超过不少过三十年，但是不超过四十年，还有鞭笞不少于六下。那被告是不认罪的嘛？法官随后就责令案件定在五月二十一号过堂。副检查司没有提出保释的条件，因为在有关的罪名之下，本来就是不允许保释的。其实早前阿威弹杀。 龙接受盘问时，他是声称自己入境是要准备刺杀某一名同乡，那原因就是家庭纠纷。但是警方对这个理由并不买单，因为他拥有枪支的这个数量是远远超过这个目的的，所以就不排除他是间谍，或者是有更大的不轨意图。而被告的这个动机不明，加上身份敏感，然后他是这个以色列国籍，可以看到今天被告被被盗到,到法庭的时候呢，是大批全副武装的警方押送的。 而案件当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所以很多媒体一大早就驻守在法庭那边准备采访跟报道。提到法庭案件的话，最近关于这个 Spanco 公司执行董事陈华春上庭命控抵触这个欺诈罪哦、啊，涉嫌欺骗财政部为 Spanco 公司取得长达十五年、总值超过三十令吉的合约，以为政府供应维护和管理官车。这个案件呢，今天行动党甲动区国会议员林立莹提出了质疑。 他就说，财政部上个月才以书面答复确认，Spanco 私人公司从政府拿到的合约是继续持有，因此呢，就质问了，诶，政府既然现在把 Spanco 的老板提控欺骗罪名之后，又要怎么样确保对方履行合约的义务呢？林丽莹还直言这件事情非常的搞笑哦，也要求政府必须交代，重，同时必须要重新审视一次这一个合约。那现在呢，其实还有另一位人物是正在面对警方。 方的调查，前副首相敦佳化爸爸的儿子淡宁佳化，因为在他的部落克发文预测未来十年马来人的前景，还表明行动党可能会成为主人，所以呢，他就被警方传召了。他告诉《新海峡时报》，过去星期一的下午，他接到警方的来电，要求协助调查，而他就决定这个月的十六号早上去见有关的调查官。他坚持自己是没有抵触任何的法律，他只是通过文章来分享他的预测而已。 社区牵线。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这一名五十五岁的男子。最近呢，他就在东西大道的附近的丛林啊，可能因为就是开车经过，然后停下在那边就是要去大解，没想到误闯了野象的栖息地，两头野象攻击他到重伤住院。霹雳州的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局长尤索夫向《星洲日报》证实，事件发生在昨天晚上七点左右，就在一力前往日里的东西大道纪念碑附近的丛林。 呃，他他就说，其实根据了解，当时候有十二个人是靠近这个地点的。可是这名男子呢，他因为腹泻，所以就想到河边去大解，没想到就被野象攻击，导致腿部和七根肋骨就是骨折了。目前是在医院治疗。而且这个呃，动物局的这个负责人就说，这个事发地点属于野象的栖息地，所以就劝请那些有经过当地的大道使用者哈，你们不要停靠在靠近这些森林地区的路边。 特别是在夜晚时分，也千万不要这样子做，也要特别留意野象出没的告示牌，因为这些野象呢，他们是不会认人的，他们可能会因为受惊，然后就做出攻击了。嗯、对。现在 好啊，今天的现在我就来问你刚刚聊到的课题：二零三三年将会一年两次庆祝开斋节，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那么新闻线的听众其实有高达百分之六十几的听众说之前都有经历过，所以还是恭喜啦，要更加的喜庆。那剩下百分之三十三的听众是觉得很特别的，相信应该会更加的喜庆的。你确定你算对？嗯，对呀、啊，点 love 的人比较多、哦。 哎哈哈哈，哈喽 <laughs>、欸，<laughs> Hello, 你要调转一下，<laughs> 来，我重申，我重申、啊，来重新刚刚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是感觉很特别，<laughs> 相信应该更加的喜庆。那剩下百分之三十三是之前经历过，还是恭喜了要更加的喜庆的？肚子饿了是不是要赶着去吃晚餐了？<laughs> 是不是？但是还是要好好的给大家念一念留言了哈。你看啊，就 Carol 说不敢想象堵车的状况，真的、哦。Trini 说两次朱迪拉呀，嗯，感觉还不错。呃，这个嗯，听命、嗯、下就说哦，还遇到你。 头和华人农历新年在一起，只有年尾接近圣诞节，是不是？他要说的是上一次他也经历过，而、呃、这个就是会下一次遇到的，会在二零三三年。二零三三年，嗯、还有九年哦，期待一下啊。嗯，然后还有九年，很快就到了。佳话这样子说。真<的>然后，哎，William 也说大惊小怪，他今年四十多岁，也曾经经历一次，好像是在两千年的时候。没错，嗯、没错，就是两千年了。是啊，感谢大家参与今天投选。我们今天设的这个题目，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子生活当中可以有多一点点的。 期待，呃，跟<是>正面，好吗？希望这个周末你也是过得快快乐乐的。我是澳森冠贤，我是张红。每个礼拜日准时有佢嘅。